你干嘛？昨晚都睡两个星期了，今天晚上住吧。那你以后愿意什么都听我的吗？愿意。那好，那你从窗户上跳下去吧。不跳，这是八楼。那你就是不爱我，这要是我前男友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。那既然他那么爱你，你去找他呀。他摔死了。天天加班，周末还要上班，这996的生活啊，太辛苦了。要不你别上班了，我养你吧。真的？你跟我在一起，我一年给你3万块钱，怎么样？这也太少了吧。那你想要多少？至少也得加个零啊。行，没问题。真的？嗯。那我明天就去辞职。没问题，不就加个零吗？10年给你3万，不算多。